了，嗯，有没有对象啊？什么时候结婚呢、啊？叔叔，我已经有老婆了。喂，雨婷啊，怎么还没来拜年？雨婷，我祝你最爱吃的发糕哟。啊，谢谢。雨婷，出发了吗？哦，阿姨，我明天才要去啦，我现在要出门了哈，拜拜。surprise！ 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小乐，哎，刚毕业哈。是啊，九九。按照这个开头，接下来一定是要问我什么系的。那什么科系啊？啊，我是念新闻系的。被我猜中了吧？接下来应该就要问我工作了。幸亏我早有准备。那毕业之后想……来了来了，请舅舅不用担心。你看，我已经在518好公司上面找到15个适合我，而且环境好、老板善良、公司同事相处非常融洽的好公司了。而且上面的评价都是网友自己写的，非常准确，所以你不用再跟我说哪间公司好、哪间公司烂了，舅舅。哦，没有啦，我是想问你毕业之后要不要跟我们去日本玩？小乐，你好像变胖了耶，怎么胖不好啊？哪有，没感觉啊，还好吧。嘿嘿。哎呀，真的是少吃一点啦。哦，吃蔬菜。知道啊，这年头啊，吃维他命也变胖啊，想想交女朋友啦。自己是有多瘦？雨婷啊，最近工作如何啊？哦，还不错啊，今年年终有3个月，还要外加奖金哎。雨婷啊，那你今年打算给吗？哎妈！爱情恰恰，叮当当回忆。妈，你好棒哦！我有事了，先这样，拜。哎呦，雨晴，越来越漂亮了。你还记得我吗？小时候我都会抱着你到处去玩呢。大舅舅。对啦，真乖。雨婷，还记得我吗？小时候都帮你洗澡哎。二堂姐，哎呦，对啦，雨婷吗？我知道，三叔公。不是，我只是来送快递，请帮我签收。好。妹，今年过年要出国，不陪家人了、啊。哥，新年快乐啊！我今年就想说跟男友出去玩啊。雨婷，你想想看，爸妈过年孤立你一个人在家，你过得去吗？哈？我知道了，还是我把机票取消啊。对，来，哥告诉你，哥今年也要出国，我们一起当个不孝子吧。你们在你们后面，他狠哦。妈，雨婷啊，现在哪里工作啊？我刚离职啊，我正在丢履历等面试。像我们以前工作还不是很认份啊，别人没得挑啊，哪像你们现在哦，做没两下就要离职了。吼，阿北，现在时代不一样啦，明明就有很多好公司，为什么不选啊？你看，像这个好棒棒公司，工作环境佳，又可以准时上下班；像这个无敌棒公司，它每年可以免费参加员工旅游。还有，你看这个超级好公司小归小，但是每年都有红利，而且还有周休3日哦。哎呦，原来现在还有这种良心企业哦。这样赶快叫我儿子过完年年终领你工作换一换的啦。哎呀，小爸换我。哎，你跟你说话。哇，你工作也好几年了，什么时候买房子啊？阿姨，我跟你讲，我新路已经买一栋房子了。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讲，阿姨，这没什么啊，我仁爱路还有民权东也买了一栋啊。阿姨果然没有看错你啊！阿姨，我告诉你，我房地产布局已经扩及整个台北市的精华地段，我只要再攒30圈加50机会，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地产大亨。叔叔，我们来喽！新年快乐！都几点了？你们现在就是这样。叔叔来喝酒，连啤酒不会倒。叔叔，新年快乐！啊，不用！好了，你们年轻人就是这样。